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44页最后一行，最后的第二句，看起，四清安觉知，断除身心。粗重，使身心清丽安适。这个地方所说的，断除身心粗重，粗重啊。我们现在讲压力身体有沉重的压力，心理上呢也有沉重的压力妄念多，杂念也多身心不能够安适平安事事很自在得不到。如果我们把压力放下不接受任何压力，这身心清理安适就能够得到。再看下面第五，念觉知，常铭记定慧而不忘，实之均等。念要觉，常是不间断，明是明白。即使能记住，我们先讲记忆定慧不忘，并且呢要让定慧均等，这就是禅定。如果定多会少，会产生昏沉的现象，精神提不起来，如果慧多定少呢，
会产生调举。调举就是心里的妄念太多，平时不修定慧好像还没事情，真正想修啊，不知道有那么多妄念起来，这是调心、调身的方法。定慧均等，就是此地讲的念觉知。它的反面不是昏沉，就是调举。由念觉知，后面才有定觉知。始先住于一个境界，不能多。多就乱了，你就会产生压力。而不散乱。念佛人最好呢，把心住于一境，这个一境就是佛号。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口里面也只有阿弥陀佛，这就不散乱。纵然达不到一心不乱的境界，功夫成片是决定可以得到的。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就决定有把握。这个功夫我们真正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至于一心不乱难，一心不乱是功夫成片的纯熟。熟到什么程度呢？见思烦恼断了，这叫四一心。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土，他不在同居土，同居土是功夫成片往生的，方便土是四义心不乱往生，十报土是离义心不乱往生的，离义心不乱是明心见性。这是最高的位置。所以说一心不乱难，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功夫成片是可以得到的。那么净宗的殊胜不在上面两途，是在下面。同居土、十报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它的受用等于十报土，这是净土的殊胜，十方世界都找不到，只有这一家，所以他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道理
就在此地。所以真正希望往生净土啊，一定呢把六道轮回啊放弃了，这就真相性啊。修净土还造轮回业，这就是信心不坚定，愿心不恳切啊，能不能往生真的是没有把握，完全看最后一念啊，最后一念是念佛，那决定的是啊，最后一念不是念佛呢，就又到六道去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对于这种功夫信念不坚定的，助念呢往往帮很大的忙啊。真正得到功夫成片，不需要助念啊，他自己有把握完成，这才是最可靠的。我们必须要想到，这一生是很不容易的，人生闻佛法，闻佛法里面听到了大乘，大乘里面又遇到净土啊，这是无比殊胜当中的殊胜，我们遇到了，遇到净土。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你就有份了。你能掌控得住，你决定成就。很多很多人不能掌控，原因在哪里？六道轮回没放下了啊，留念现前的境界啊，留念里面最严重的情执，啊，你有喜欢的人舍不得离开，留念财产啊，留念事业归纳起来，不外乎财色名利七情五欲，这通通是轮回业，要往生极乐世界，轮回业要全都卸掉啊。佛教弟子断我修善，慈悲一切，那这个意思，轮回里面一些事，断恶修善的事，要不要做？要做。啊，为什么要做？帮助自己除去往生的障碍，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呢，表演给学佛同修看。啊，学佛要像我这个样子才有成就。啊，不能放下就不能成就。啊，放下不是在事上讲，是在心上讲。事上放下，心上留念没用处。事没有放下，心里头清净管用。啊，所以放下是心放下，不是事。这是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事是表演，如理如法。啊，记住，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无不是以智慧为核心。啊，如果没有智慧，你在世上常常犯错误。啊，你学佛法，把佛法都学偏了，学邪了。啊，佛讲的中正你没有得到。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要有智慧，智慧有分寸，啊，有先后，有大小，啊，不越规矩，啊，要把事法里面仁义道德要做出来，给人做个好榜样。啊，才不至于让别人看到产生误会。啊，素食是好。人家问你为什么素食？为健康。这大家就没话说。啊，你对那些吃肉的人，你是吃肉将来冤冤相报，你吃他，他要吃你，他听不进去。他认为你在骂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结了怨仇。啊，你说我为身体健康，这个没话说。啊，他也希望他身体健康。啊，然后告诉他，为什么肉不能吃？我在50年前啊，方东美先生过世了，啊，他的夫人方松很孤单，小孩3个都在美国。很少回来，啊，那是在美国读书。啊，我照顾他比较多，常常去看他。
啊，有一次，我向他请教，问他，我说我们素食很多年了，习惯了。我说现在的猪肉、鸡肉，啊，乃至于鱼，你们吃的这些东西。那我们想一想，现在吃的这味道，跟20、30年之前有没有差别？啊，方思母沉默了大概5、6分钟，告诉我有差别，味道不一样。啊，什么原因呢？30年前吃的这些肉啊，这些动物的肉啊，他们饲养都是在户外。啊，你到乡村里面去，农民养的鸡鸭都养在外面。那他在没有被杀的时候，这些动物心情很好啊。他很快乐啊，他不一样啊。那么现在饲养的，一出生就关在笼子里头，等于做禁闭一样。他一生从来没有出去逛过，都关在笼子，一直长大被杀害。他是什么情形呢？像囚犯一样啊。那心情不一样，那味道当然不相同啊！啊，怎么能吃啊？但现在的这个肉是更不能吃，为什么呢？用于化学肥料，这个饲料，化学饲料。那我大概是也有6、7年前。啊，齐素平居士带我参观庆云，啊，他的道场刚刚建好。啊，庆云那个地方啊，有个养鸭的基地，养鸭子。啊，这个地方养的鸭子1/3，啊，供养。北京烤鸭了1/3，就他们那里养的，量很大，啊，北京烤鸭1/3是他们提供的，啊，带我去参观，啊，我去了，啊，看到这个鸭子在高温，啊，那个电灯泡很热很亮，这鸭子不能睡觉。就是叫他吃东西，吃的不停，啊，要他赶快长大。里面工作人员提了一只鸭子，放在我手上，跟我手掌一样大，这么长，啊，一样大。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鸭子出生多久了？”我小时候在农村呢。看到的鸭子要长这么大，至少要1个星期到10天才能长这么大。啊，他告诉我，昨天生的，今天就这么大。我说，那你要拿出去卖的时候养多久？他告诉我，2个星期到3个星期。这真能吃吗？啊，这是化学肥料催它长大了，不是自然的。啊，是由人工制造的。啊，当时陪我去的10几个人，我就告诉大家，
你们看到了啊，不但这个肉不能吃，连鸭蛋都不能吃。啊，在这个环境里面养你，你怎么可以吃的？啊，那么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住在澳洲，我住在乡下。啊，乡下有羊、鸡、鸭、鸭、羊狗、羊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放在野外。啊，早晨放出去，晚上不是赶回来。啊，这些动物都认识家，都认识主人。啊，那些鸡鸭生蛋都是生在外头，要到外面去找，不知道它生在哪里。那不一样啊。啊，这么一分析的时候，现在这肉是真不敢吃啊。古人讲的“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病从哪里来？吃东西吃错了。啊，所以素食不但卫生，而且卫心。卫心啊，心是很好的心情啊，心是慈悲心、爱心啊。素食有这三样好处啊。啊，世间人讲究卫生，真正讲究卫生是身体，保护身体就不能吃肉食。啊，那现在麻烦，蔬菜有农药有化肥，也不健康了。啊，水有污染，啊，人类发明科学技术，科技是进步了，对我们的生活威胁同样也增加了，叫得不偿失啊！70年代，汤恩比博士常说：“啊，我们要恢复健康，必须要回到过去，用人工耕种。”种植才能回归到健康。啊，他对于科学技术有批评，给人类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此地讲的起菩提分起觉分啊，定心定在一个境界上，念佛的人定在阿弥陀佛啊，所定的目标是一心不乱。最后一条是行、舍、觉知，舍诸妄有，舍一切法，平心谈怀，更不追忆。啊，
这几句话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放下。一切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说得好，《金刚经》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啊，因为五祖六祖都是从《金刚经》开悟的。啊，是《大般若经》的纲要。大般若经600卷，分量太大啊，能不能找个小本子，把600卷的重点统统在包含在里头，那就是金刚经啊。所以读大般若的经人很少，读金刚经的人很多。啊，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很难懂。啊，我们对《般若经》上所说的，虽然不敢反对佛陀，可是疑惑断不掉啊！啊，一直到最近这30年来，我们看了一些科学报告，啊，知道啊，《般若经》上所讲的全是正确的，啊，被现代的物理学家、科学家证明。啊，第一个为我们证明的就是物质是假的，我们都把它当真。啊，哪一个人不把物质当真？谁知道物质是假的？啊，物质到底是什么？科学这400年到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是科学的很大的一个进步。那么佛经上讲的，我们过去都没在意。啊，是因为不能透彻了解。啊，佛说相由心生。啊，相就是物质现象。色由心生，在五蕴里头，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心的现象。啊，佛陀讲了，色心生的，相心生的。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又说境随心转，境界环境随着念头转，这很重要，很重要。啊，现在被科学证明了，我们知道了。啊，那么头一个我们希望转的就是身体。身体是物质。现在知道了。这个物质现象是随着念头转的。啊，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心理正常
就是思维正常，这个身体就不会生病，就能保持健康。为什么？他听你的念头。啊，那你的念有很多错误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啊，会影响你身体，带一些疾病。啊，也就是身体的细胞啊，会感染病毒。很有道理啊！啊，所以出家修行人生活很简单，特别是过去托钵的那些人，啊，他们身体正好啊。佛陀在世，你看，他们没有住在房子里头，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常年累月，啊，身体不怕风吹雨打，日头晒，他不怕，练成金刚不坏身。最重要的，心清净，心平等。啊，清净平等是最健康的心态，因此他的身体是最健康的身体。道理在此地。啊，美国修兰博士去年来香港看过。他是用念头治病，用念力啊，被他治的那个人可以不需要见面，他也不要把脉，也不需要看你啊，他对病人只要四样东西。第一个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历。你到医院检查病历，把病历给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治疗的方法。治疗的原理，我向他请教，你根据什么理论把人病治好，而且都是重病？啊，我问他根据的理论，他告诉我，清净心。啊，治病的人像他自己，必须把心里面一切的念头都要清除掉，啊，不善的念头不能有，善的念头也不能有，是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心，啊，不许可有念头。啊，清净心所生出来的爱心，平等的爱心，真诚的爱心，这是他治一切病患的理论依据。那方法呢？他是把病人观想跟自己合而为一，
啊，病人身跟自己身融合在一体。啊，那换句话说，他就晓得他自己什么地方有疾病。啊，在一个小房子里头，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在里面打修订，像修订一样。啊，他有四句偈。啊，就念这四句，对自己念，不是对别人。啊，第一句，对不起；第二句，请原谅；第三句，谢谢你；第四句，我爱你。自己对自己说，啊，对自己这些病毒细胞，就说这四句话。说多久呢？30分钟，每一天做30分钟，30天，细胞通通恢复正常，并没有了。他自己病好了，对方的病就好了。啊，不需要见面，隔几千里都有效。念力。啊，现在有不少年轻科学家都非常认真在学习，啊，在探索念力的秘密。不但能够化解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得到身心健康，啊，更进一步呢，可以化解我们居住这个地方的灾难。用念力来控制，啊，这个地区人心善良，没有邪思，没有恶念，啊，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啊，他住在这个地区，这地区不会在那。啊，如果在这个地区能有个几十人，啊，两三百人真正修行，这地区不会有灾难。啊，甚至于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地球，啊，需要多少修行人呢？他提出的数字是人口总和的1%的平方根。那么要照这个算法呢，现在地球人数大概差不多70亿，70亿1%的平方根，不到1万人，啊，大概8000多人。8000多人，如果真的是达到念力修学的标准，啊，杂念没有了，妄念没有了，心地纯净、纯善，这些人集合在一起来念阿弥陀佛，整个地球上灾难都能化解。那我们听了，还是有疑惑，真有这么大能量吗？
70亿人造作不善，不到10000人造善的时候，就能把这些业障啊控制住，这样大的能力，科学家告诉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有这么大能量。啊，2012。古代玛雅的灾难去预言没爆发了，没有出现啊，是不是在那个时期？因为这个预言传了几百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宗教的信徒都会在这个时候特别祈祷啊，佛门我们净宗同学在那一段时间里头非常认真的念阿弥陀佛，这些修行人功力虽然比不上啊，科学家要求的这个水平，但是人多我相信决定超过1%，啊，100个人至少有一个，啊，甚至还有多的，所以这个灾难没有了，啊，是不是化解的呢？未必。有时候的延迟啊，能不能化解？难。我们真的断恶修善，真的改邪归正，后不再造，那这个灾难就没有了。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如果灾难没有了，我们产生了误会，认为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预言都不可靠。啊，没有人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大家都相信的。啊，对他产生严重怀疑。而排斥这种人生迷信啊，继续再造作恶业，那就很难讲了。善恶的果报啊，是从善恶念头产生的。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这桩事情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善的念头、善的言语、善的行为，决定有好处，没有坏处。人生在世，应当要为人类。啊，更殊胜的
人力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有情众生，还有植物、花草树木。啊，所以佛提出来，要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但为自己，为人类，为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媲美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力成就你，我们效法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啊，能不能把地球造成极乐世界？答案是肯定的。啊，问题是我们自己肯不肯干。总结一句话，全都是教育，佛法智慧的教育，啊，纯净纯善的教育，啊，他很踏实，从自己做起。啊，释迦牟尼佛完全做到了，他所说的字字句句他统统做到，他没有欺骗世人，他真敢。啊，真正向他学习的决定得利了。啊，这个世界众生业力重，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智慧能量把它转过来。啊，但是佛告诉我，西方有极乐世界，我们个人学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极乐世界纯净纯善，佛国土。啊，那个地方是最殊胜的生活环境，最理想的学习环境。啊，在那个环境里居住修行，没有一个不成无上菩提。啊，人人都有究竟圆满。啊，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啊，在极乐世界成就的跟他一样，比十方刹土成就的要殊胜多多。啊，我们要下定决心呢，要真正放下，行舍觉知就是放下。啊，舍一切法，
一切法绝对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啊，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像，你喜欢哪一尊像？你天天看他，时时看他，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就跟你看平常看的想的是一模一样。天天看他，天天想他，终于他来了，所以特别亲切。啊，不要常常换佛像啊！啊，我供养的一尊，就是外面咱们现在放大了，蓝底白瓷的。啊，这一尊像，早年在台北有个老居士赵牟麟，啊，他送给我供养，那是我们华藏图书馆刚刚成立，没有佛像。啊，他从大陆上带来的，告诉我，这尊佛像有300多年，瓷的，啊，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像，看到童子像很少，这一尊阿弥陀佛像是童子。很难得啊！你越看越欢喜很少见的童子像，说得真好啊！我们常常到国外旅行，不能带在身上，所以想到照相啊，做成照片，这样携带就很方便了。啊，现在照相技术也进步了，放这么大，它原来的像大概只有1尺高，就这么高。啊，像放个人一样大，甚至比人还要大，放得好。啊，像供一尊就可以了。不要供很多，更好的很多，我们的心是乱的。一尊像，啊，早年我到苏州，印光大师的道场，啊，去参学，看到印祖的官方。官房非常简单，2间房子，一个卧室，一个小佛堂。啊，佛堂里面就供着一尊阿弥陀佛像。啊，一堆蜡台，一个香炉，一盏油灯，一个小木鱼引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佛像背后，老和尚写了个大字"死"。
啊，天天想到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牵挂的？想到死就万缘放下。这里讲舍一切法，更不追忆呀！啊，什么念头都断了，只念阿弥陀佛。啊，我们看到印祖的道场，啊，印光大师设方供养很多。啊，他没有拿这个钱去改善他的生活，没有。啊，完全用在弘法利身上。啊，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方法，就是印书。啊，他用这个十方供养。办了一个印刷厂，这红化石啊，自己印，签字排版，书印出来，字大，很大方，让你看到是欢喜心。啊，流通它分三种，一般的呢，成本流通，不赚钱，这个书工本费多少，收这个钱。如果家境困难的，喜欢读书的，那叫免费供。啊，用这个方法，啊，一方面收回一点再印，啊，让这个经书啊永远不间断，啊，我看到它的版权页，啊，有十几版、二十几版，啊，大概一版至少是1000册。多半流通比较广的，大概是5000册到10000册。老和尚用文字弘法啊，那现在科学技术进步。我们应该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这一桩事情是60年前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啊，这个工具好啊，要会用它。啊，用它来教学，教传统文化，可以复兴国家，可以带给世界安定和平。啊，用它来宣扬杀盗淫妄，可以把地球整个毁灭。这方老师告诉我。啊，在那个年代，老师是这样说，我们不敢想啊，成本太高了，啊，费用是算秒算的，哪有这种力量？啊，真的是没办法想象，我们居然用上。啊，我们用网络大概有20年了，
啊，用卫星电视，11年，在明年12年，确实产生很大的效果。啊，所以见道场，见不见，我觉得没有必要。见广播电台重要。啊，广播电台是现代化的道场。啊，特别是现在，网络电视成本低呀。发射卫星成本高，啊，现在网络电视效果跟卫星电视差不多了，啊，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啊，应该要向这个方向发展。每一个寺庙，不管大小，不能没有网络卫星的电视台。啊，有这些设备，少数讲经教学的法师能发挥不思议的能量，啊，教化全世界有缘众生。有缘是什么意思呢？他收看，到时候他就收看，这叫有缘。啊，这些众生真的利益了，真诚的拥护啊！那出家人没有收入啊，这电视台怎么维持？啊，靠大家，靠听众，啊，少许的捐献。啊，在国外，啊，人家支票寄给你，5块、10块，啊，20块、30块，啊，寄到你银行户头，它就够用了。啊，这个。这一点费用，人人可以拿得出来。这么多年来，我们对这桩事情有了信心。可是这桩事情要真正发现。啊，发普度众生的心，不为自己求名利，这就是菩萨事业。如果用这个求个人的名利呀，那就错了。啊，事是一桩好事。头一桩，你不能往生。为什么？你的心量很小，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相应，所以你去不了。
啊，极乐世界那边一定要真正发菩提心。这经上讲得清楚啊，往生的条件，上中下三辈，包括一心三辈，无一不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样往生的。没有发菩提一向转念不行，去不了。一向转念没有菩提心也去不了。啊，所以这两句是一句。啊，要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你才能够往生。这个上面所说的，七觉知，是大乘经上通常所说的。下面华严祖老居士又在会疏里头揭露出来这一段，会疏是日本净宗的祖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无量寿经会疏啊，我们看看他对于这段经文怎么解释的啊，奇趣深道。七觉知者，第一个则法觉知。那智慧呀，观诸法时，善能鉴别真伪。这个慧，古时候恩惠的慧跟智慧常常通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智慧呀，啊，挂壶里的这个慧，我们现在用这个慧字，啊，是一个意思。要智慧观察诸法，啊，有能力辨别这个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初学没有能力辨别。啊，早年间老师教给我，你没有能力辨别。啊，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是什么？大藏经。你看看这个书，大藏经里有没有？如果有，那正法；如果大藏经里没有，最好不要学它，啊，看都不必看，啊，大藏经是个绝对的标准，啊，当年编大藏经的时候叫入藏，啊，入藏的条件是要当代的高僧大德，他们都承认。啊，通通赞成，没有人反对。啊，负责会议的人才将这部经典或者是注解啊，送给那个时候皇帝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皇帝下命令入藏。啊，这样慎重啊！啊，这就是个标准。啊，老师还特别嘱咐：
最好是用古人的编的藏经啊，古人编的，距离我们最近的是清朝乾隆时候编的龙藏啊。乾隆那个时代确实高僧大德很多啊，在家出家修行正果的啊。乾隆以后到民国，民国就没有人重视这个了啊，民间也有一些善心人士啊，编一套民国大藏经啊，当年这些大德居士老和尚们发起的，那标准就没有从前那么严格啊，大家看到欢喜啊，这个本子讲得不错，也都把它收进来了。啊，所以李老师教我们还是用龙藏做标准，龙藏以前有27种版本啊，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现代人编，现在人没有古人那么样亲近，没有古人那种智慧啊，那个负责任的心理啊。那么经人著作，不，特别是白话注解，我们容易看得懂啊。啊，如何来应用这些东西呢？做参考资料。古著里的这一句看不懂，看看这一句现代这些法师他们怎么讲的啊。我只采用他这一句，我不能采用他全篇啊，全篇一定要应用古大德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我们最佩服的，这是真实智慧，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是取经论，取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一部经典，而且每一小段他都把出处说明了。你看这底下这一段会说啊，前面我们看到的《大智度论》啊，位移的原本通通有出处啊。我们这边最后一行引用的《弥陀疏钞》，莲池大师啊，全都有出处啊，这是非常谦虚负责任的一种做法让我们后学的人看到这部注解不生怀疑，这就是真实智慧啊，能够辨别真伪，就不会错取了啊一切虚伪法啊，这叫色法。一切虚伪与无欲七情名闻利养相应啊，那就不是真实的。古人的确无
欲其情很淡薄，啊，没有名利心，这是我们现在学佛要注意的。如果我们有名利心，我们这一生不会成就。啊，好名好利，啊，七情五欲没有断掉，啊，那就是搞得现代人所说的人间佛法。啊，古人讲佛法讲三乘，声闻缘觉菩萨。现在人讲五乘，五乘加什么呢？人乘天乘。那换句话说，人天二乘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我们的志趣是要脱离六道轮回，那我们取人间佛法那就错了。来生还搞轮回，那我们现在冷静观察，真正邪气人天啊，真正修学三乘的人几乎找不到了啊。我们相信有，但是这些人不搞明文理呀，多半在深山里，人迹不到之处，他在那里修行啊。他传法可能也一个人两个人，与他有缘啊，不能说没有，我们不容易遇到。这叫责罚。第二呢，精进。啊，精进觉分，精进修诸修道，啊，精进修诸道法时，善能觉了。啊，这是刚才我们念过的。啊，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意之苦行，常勤行在正法中，故名精进。啊，精是纯而不杂，进是进步，没有退转。啊，那么精就是一门深入。啊，精呢就是常时熏修，不退转的。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落实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什么道理？感应。啊，跟谁感应？跟诸佛如来感应。
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怀疑，诸佛菩萨就是自己的真心，心真诚到极处，跟诸佛菩萨就应同一个体了。啊，诸佛菩萨全就加持了。啊，真心相光，光光互入。你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自然通达。啊，没有学过的经教，你一接触就没有了，一听就懂，一看就懂。啊，这什么？智慧现前了。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啊，那为什么以前智慧不现前？以前有障碍，障碍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七情这障碍啊，这些东西把你的自信智慧德相统统障碍住了。你能把这些东西放下啊？就是用什么方法放下？用读诵，读诵是手段。为什么不读诵就会倒幻想，就有杂念啊，读经的时候妄想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啊，读只要读一部，不要读太多，太多了会生杂念啊，一部念熟，熟透了杂念就没有了啊，再继续不断努力，慢慢就得三昧，三昧人得定。啊，用我们的经体来讲，就是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你读的东西全明白。啊，没有学的东西也全明白了，一听就会，一看就会。啊，这就叫真舍利用。啊，这一部经上讲的三个真实，真舍之机。那是本体，那是真心，真心现前。啊，真实智慧现前。啊，真实智力是讲你的真实之机，真实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应用在对人。对事对物，那真实理。佛菩萨都是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菩萨所说的，我们只要相信啊，如法。修行决定能得到像佛菩萨一样的受用第三喜就分若先得发喜
善能觉了此喜，不以颠倒之法而生欢喜，诸真法喜，这叫喜啊，法喜充满啊，也就是《论语》上所说的，孔子讲的“不亦乐乎”，乐就是法喜啊，这个法喜是从内心生的，不是从外来的啊。现在人内心生烦恼，不生法喜，他的喜乐要从外头来，要刺激啊，不是从内心的。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发喜啊，修行人要发喜那么第四呢，处就分啊，除就是情啊。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这叫除。啊，这个境界高了。啊，断除诸见烦恼之时，这个见五种见乎：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些东西你能够断除，能把它放下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觉了，能觉悟，能明了。觉悟明了一切法，一切法里头有真有假，相是假的，性是真的，思是假的，理是真的啊，你都能通达明了啊。你不会被他欺骗的，你不会因他造业，所以你不会损坏真正的善根啊。弥陀经上讲得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是什么？根是比喻，像植物它有根，根它能生长啊，那这个根呢，生长一切善法啊。佛给我们说的，世间有三善根生长一切世间的善法，这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要记住啊！如果我们还有贪嗔痴，我们就得要想到，想到什么呢？我们常常会生我法，不是善法啊。贪里面生爱，嗔里面生怨恨，
生傲慢，生嫉妒，啊，吃里头是非、邪正、颠倒，啊，贪嗔痴生烦恼啊，生种种不善呐、啊，啊，一定要把贪嗔痴放下。啊，与世俗世间一切法都不谈。啊，不嗔，不痴。啊，大乘佛法里头，菩萨善根就一个，精进。啊，精进这两个字，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静静静啊，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全通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关键就在你是不是真的通了。真的通了，不是学来的。啊，学来了，不是通。真的通是自己悟出来的。啊，这种智慧叫无私智，没有老师，叫自然智。啊，实际上是你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所以它不是从外头学来的。大乘佛法，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从哪里求呢？从内心求。所以佛法叫内学，佛经叫内典。它向内不向外。啊，向内是真的，向外是假的。啊，向内是自信本具的，啊，佛给我们是一不是二。初学的时候我们也把佛看在外，佛不如是世现，就没有办法为我们做增上缘。啊，种种实现都是为我们做增上缘、清音缘自己的，所缘缘自己的，无尽缘是自己的，只有一个增上缘是外头的，外面帮助我们。如果自己不具足前头的三种缘，增上缘再好，不起作用。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都是给我们做增上缘。啊，清净缘呢，是自心本具。阿弥陀佛，自心本具的极乐世界啊，所以祖师大德说出来了：“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生我心，啊，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就是此方。啊，经典里佛常说，就在当下了，当下即是。没有距离，没有先后。啊，所以要学舍。从哪里学起？先舍身外财物。啊，能舍。看到别人有需要的，你能帮助他。如果这个需要是大众的，那赶快帮助他。啊，根本就不要考虑。啊，这是若舍所见念着之见。念着是说你很喜欢。你很爱他，啊，这个居住的环境，这个道场，人家要，你能不能给他？啊，他要，他做得比我更好，我管开给他。啊，他要去做的不如法，啊，但是在事实上的时候，有环境逼着我们不能不给他。啊，譬如这个道场，在法律上说，主权是他的，他有权，我们没有权。他要让我们走，我们也赶快走。啊，如果到法庭里面去打官司解决。这不如法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不许过的，我们遇到过啊！啊，所以方方面面都要看得清楚，做出最好的决断。不要怕事，因果律上说，这因果的定律越舍越多。啊，舍财，你得的财富更多。62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就依教奉行，行了62年。给大家做证明，真的越舍越多，越多越舍。啊，将来走的时候，一文钱带不去。到那个时候，不舍也都要舍，那就毫无意义了。为什么不在我现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我舍去做好事？这就对了，发布时的聪明智慧啊，不要令发，令发得的果报是愚痴，没智慧，
要欢喜发布施，一丝毫都不吝啬，不保留，无微不至，果报的健康长寿，无论是法，是财物，是人事环境，必须要舍的时候，就要下定决心，要放下。善能绝了，所舍之境虚为不实，永不追忆，这叫舍的意思。真实的干净啊！第六定觉分，若发诸禅定之时，善能觉了。诸禅虚假，不生见爱妄想，这是真正的三昧。禅定里头有境界。这个境界就叫快乐。如果执着这个禅定，不肯舍它，你就不能再向上提升了。禅定的等级，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菩萨51个阶级。那换一句话说，禅定有51个不同的层次。越在下面的越浅，越往上面，禅定的功夫越深。像我们上楼梯一样，你不学下面一层，你就不能上去。你懂得这个道理，我尽量使在不断向上提升，走到顶楼啊！这舍的作用太大了舍就是放下。舍能对一切善法不生见爱妄想所以他说有禅定。第七呢，念觉分若修出世道时，善能觉了，常识定慧准品，这你才能顺利上升定慧不等会产生掉局昏沉这都是修行人的大障碍若心沉默常念用则发精进喜这是在我们日常用功的时候心沉默就是精神提不起来。我们常见到打佛七的时候绕佛，你看到有人绕佛还打瞌睡，直进的时候坐在那里他就睡着了，打呼了这昏沉现象，这是怎么办呢？这是最好叫他起来，他去绕佛，或者去叫他拜佛叫他运动，来克服这昏沉。那么另外一种调局，调局的心妄念非常非常多，心定不下来那就用除，那就心浮动的时候用除
用邪用定来对治。那故念觉常在两因之间呢？这个七觉之常常应用在两因之间，就是两边昏沉跟调局。他这个地方讲的是浮动，一个是沉默，一个是浮动，也很好。现在年轻人确实心浮气躁，心浮气躁是调局的现象，要调和中道中舍。要让定慧均等，这个容易精进，这叫念。此切通明觉分，能到菩提也分。它跟菩提道相应，能帮助你真的菩提。所以叫做七觉分。那么七觉分实在是修行的时候这两种障碍最常见。如何能调伏要把它学会。应用在昏沉的时候，杂念多的时候它管用，让我们恢复正常，不急不躁，安安稳稳向上提升境界，这就对了。那么今天时间到了，下面的是八圣道，叫八正道。我们下一场再学习，继续学习。